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一、搜索篇。 Google 谷歌作为全球搜索业务领先的 Google 谷歌，覆盖全球超过 80% 的互联网用户。 Google AdWords 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支持40多种语言，包含 Search Ads、 Display Network、Mail Ads、 YouTube AdMob 等广告类型，是企业海外推广重点考虑的平台。 Yahoo 雅虎、 Bing 必应、微软开发的搜索引擎，作为全球领先的搜索引擎之一， Bing 必应也是北美地区数一数二的搜索引擎。 Yandex 是俄罗斯网络拥有用户最多的网站，也是欧洲第二大流行搜索引擎。目前Yandex 提供的服务包括搜索、最新新闻、地图和百科、电子信箱、电子商务、互联网广告及其他服务。企业出海方向是在俄罗斯跟东欧的，建议使用哦。 Naver 是韩国著名门户搜索引擎网站，使用独有的搜索引擎，在韩文搜索服务中独占鳌头。除了搜索之外，也提供许多其他服务，例如韩文新闻、电子信箱等。提供服务有 Naver、 JP、 Naver、 Happy Bing。 做韩国市场的亲，这个平台可以了解一下。二、社交篇。 Facebook 人人皆知，是世界排名领先的照片分享站点，企业推广可以开通一个专业页面，标题跟定位选择好，利用权重高，收录快去做排名，流量也是非常可观的。另外 Facebook 也可以做付费广告。 Twitter 俗称推特，是一家美国社交网络及微博客服务的网站，是全球互联网上访问量最大的10个网站之一。企业可以创建页面发布信息，吸引用户注意和互动。 LinkedIn 领英全球领先的职业社交平台，它也可以创建企业页面，除了发布企业的招聘信息以外，也可以发布企业自家的产品，所以利用好功能效果也是非常强大的。